一尾尾生龙活虎般逆流向上，纷纷去寻找适合场所，准备产卵生子。真是伟大的母亲们，真希望所有人们不要再伤害天下生灵，愿一切众生都能平安快乐。生命经纬度，梦想起飞的地方，生命电视与您共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在文殊师利问经中，佛陀向文殊菩萨说明有五浊恶世，云何为五？劫浊、众生浊、命浊、烦恼浊、见浊。五浊恶世是佛典经文常出现的名词，说明生命存活的空间由于受到思想及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而产生五种混乱的现象。一、劫浊，时代混乱，世界常受天灾人祸之苦，饥荒、战争、地震、水灾、瘟疫频繁。二、见浊，见解混乱，善恶颠倒，不认同因果，与正法相为矛盾之邪见充斥世间。三、烦恼浊，烦恼混乱，人心混乱，烦恼深重，因贪、嗔、痴、嫉妒、猜疑而引起无尽的烦恼。四、众生浊，众生行为混乱，众生不畏惧恶业果报而广造众恶，且不乐见他人行善。五、命浊，寿命混乱，众生因为邪念烦恼充斥，因而短命恨死的现象多现。存在着此五种混乱的时空称为五浊恶世，此五种混乱逐渐增长的时期则称为五浊增时。法会时常见的浴佛仪式，即是为了让五浊恶世的众生借由沐浴佛身，进而观修自己身心烦恼的净除。除此之外，阿弥陀佛、药师如来、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大悲法门，也都是佛陀在2500年前为浊世众生留下的解定之道。平日诵念熏修，乃至依经奉行布施慈忍，能令烦恼无明的心地辗转升起慈心，远离。